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马来西亚的特色。马来西亚国旗、大红花、国油双峰塔、吉隆坡塔、金纳巴鲁山、瓦乌布兰、纳西勒玛、萨德、勒曼。首先拿出一张 A4 白纸，在上面画出一个一半的心的形状，那么待会我们把它剪出来的时候，就可以得出一个左右大小平均的心形了。然后我们取出画纸，放到画纸上，用铅笔沿着这个剪出来的心形把它画出来它的边。老师呢是先用铅笔画上图案，然后才用这个黑色的勾边笔画深一些让你看见。那么你只需要用铅笔画下去就可以了，那不需要勾边。我们今天先用铅笔画，那么老师画这个勾边笔是让你看得更清楚而已啊。
最后我画上这个新的形状的边框，我们的马来西亚特色海报就完成了。那么趁着这个国庆节的到来，通过这个海报可以表现出马来西亚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啊。那么图画里呢都是马来西亚特别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和食物。画好了，接下来你可以用木颜色蜡笔或水彩给它彩上你喜欢的颜色。我先做一个打底啊，如果你有海绵你可以用海绵，或者是你用这个水彩笔呢，用 tapping 的方式，就是压按压式呢，把它 tap 下去，压压压的去打一个底，千万不要拿来刷哈，你拿来刷的话呢，那个纸张就会破皮啊，然后会坏掉。那么刷了之后呢，比较细节的边我才换一支比较小一点的那个水彩笔呢去涂啊，轻轻的涂均匀它，不要尽量不要留空哈。那么里面呢，老师也是用同样的方式，我换一支比较小一点的刷子呢，去用 tapping 的方式去打底。那么其实不要太担心它会涂到我们的那个铅笔画的印哈，其实没关系的，因为待会我们彩颜色的时候呢就可以遮盖掉。因为我们画的是海报，我们尽量颜色呢要调的浓一点，看起来比较出色啊，颜色不要太浅。如果你用的是水彩的话呢，尽量不要加太多水。那么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样的哦。那么打好底之后呢，必须等它彻底的干透了，我们才可以彩色哦。那么老师有个习惯哈，让你看看我的颜色笔。我习惯呢，从浅到深或深到浅，把同样色系的颜色笔呢都排列好。那么在我上颜色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容易选择了。我先彩上这个马来西亚这四个字哈，我选了几支深浅不一样的蓝色来涂我的字体。我先踩上深蓝哦，然后我就慢慢混浅一色的蓝，还有最后我才放浅蓝。颜色都涂好之后呢，我才用深黑色啊，或者是深蓝色呢，去重新把那个字体的边画一遍，让它变得更加的立体。
因为啊，这个双峰塔呢和吉隆坡塔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呢，我选择了增加多一点颜色，就当作是晚上开着灯的双峰塔，看起来色彩比较丰富一些。接下来我们要采我们的竹筒饭 Le Mang。 接下来我们要采的是金纳巴鲁山，不要听到是山呢、啊、就一定是绿色、哦、其实山呢从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时间看上去都是不一样颜色的，你可以看回老师找给你的照片哦，参考一下。我们来采这个 Wow Blanc， 你有没有发现啊，老师呢都没有用黄色来涂我的图片呢、哦、其实因为我们打底已经用了黄色，那么我们在采其他颜色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用黄色，不然就变成隐形看不见啦，对不对呀、啊、OK， 我们尽量选一些色彩比较鲜艳的颜色，那么我们的海报看起来才会比较抢眼一点哦。最后呢，我们用黑色的颜色笔啊，粗一点的画好那个心形的边框，我们的海报就完成了。